根据报道，美国的航空公司可能将需要在乘客搭乘飞机前要求乘客告知工作人员自己的体重，或是现场测量体重。美国联邦航空局 （FAA） 表示，由于肥胖率不断上升，他们决定更新乘客及行李的重量标准，并进行体重调查，以计算飞机的重量和平衡，确保飞机不超载。 FAA 指示航空公司每天应至少收集百分之十五的乘客体重信息，包括转机的乘客。FAA 也建议每三年进行一次体重调查，以确保飞行安全。不过，这项调查属于自愿制，所以乘客有权拒绝。FAA 也不会公布这些信息，以保护隐私。 根据福克斯新闻报道，F A A 的旧标准显示，成年旅客及随身行李的平均重量在夏季为一百七十磅，冬季为一百七十五磅；而新标准则将分别提升至一百九十磅和一百九十五磅。其中，男性在夏季的平均重量为二百磅，冬季为二百零五磅；而女性在夏季的平均重量为一百七十九磅，冬季为一百八十四磅。 目前，美国二十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已有约百分之四十二点五患有肥胖症百分之三十一点一体重超标。根据美国肥胖协会预计，截至二零二五年，高达百分之五十的美国人可能过度肥胖，而到二零三零年，这一数字将飙升至百分之六十。直到本台截稿前，美国联邦航空局尚未公布执行这项体重测量计划的具体时间。新唐人记者李佳音洛杉矶报道。